叫老秦下来一下车啊！你打？我打，不太好吧？好，那我上去把他叫下来，然后你把钥匙给我送上去。那我是什么？帮你停车的？你自己上来的。 我叫小胡下来一程。好啊，你打电话呀。那你干嘛？陪你啊。你现在跟我坐一下都这么难受啊？上班时间人家看到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总裁啊。 谁都知道我是你前妻，而且我们要复婚，我们俩又没有偷偷摸摸的。喂，小胡啊，你跟人事部请经理拿一下车钥匙，下来一下车。赵子慧平安落地了，你开不开心呢？我跟他就是同事关系。 请你不要寻我开心。我后悔了。什么？戒指，还给我。没带。那什么咒法？下班吧。 那你送到家里来吧，去老振兴吧。我定位。 真不容易，浪子回头了。谁是浪子？你，老浪子。
老肖签了吗？签了，协议今天到严总手里。晚上七点钟在老正新给我订两个位置。好的。总部的安娜十点钟到虹桥机场，你去接，你直接接到公司小会议室。安娜，法务总监，责询各分公司问题项目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那天徐谦真的把老肖给绑过来的吗？是。老肖没有为难他吗？没有。毛头小伙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为了你什么都敢做。好好对人家。这两天好吧？嗯。看照片啊。哪张好？这张挺好的呀。这张挺好的。啊，都挺好的。你选一张放到相框里，选哪张？这张吧。这张啊，就这张吧。是正规尺寸吗？相框在你这儿订的。哦，那已经放好了，我去拿，请稍等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少壮啊，我在街上呢，我跟刀弟取照片，结婚照。哎喂，少阿姨啊，我回盐城了，饭店还是要开的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呢。小钟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给你打一个电话。哎，这是您的照片。赵子慧，他没再回医院吧？医生说要住院的，我随便问问。谁呀？少仲。哎，我说两句。他忙着呢。哎，少壮，好，挂了啊。来，给我。是少壮吗？那不然还有谁啊？逛街去。回家吧。回家要不归房间里，要不去酒楼。逛街。走吧。你说啥？大病养老保险早晚都要买的，早买早放心嘛。你昨天晚上住哪儿去了？我能住哪儿？店铺啊，在忙装修，回来取东西。你们四个人开店，就你一个人忙啊？妈，年轻人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，好不好？多想想自己的事情吧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哼，这个保险的事情啊，确实应当考虑一下。我知道了，会买的。那我让贾小朵找你了。等等，我呀就晓得侬是这回事儿。哼，我到昆山几天，你反过来倒是帮他忙了。我真的就是觉得他人蛮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您买礼物了呢。黑面膜，他说这是天然的，年轻10岁呢。你妈黑吗？你妈还用得上用这个啊？不都说以黑吸黑，吸掉脏东西才能更白更漂亮吗？真的，其实帮帮他就是帮我们自己了。我听不懂了，什么帮他就等于帮你自己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也没有，
无非是他多卖一份保险，您多一份保障，我也多一份放心嘛。有鬼了，这个四川丫头这么有本事啊。好，您想买就买，不买就算了，反正我是要买的。我先走了，我还忙。哎，小刺了。DMG 合作协议今天签了，谢谢你。我穿不惯，脚疼。要不你再换一双试试？不要了吧，好看吗？是你自己要买的。那你说好看吗？你说好看我就穿。没之前那双好看。那就不要了吧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干嘛非得穿着鞋子踩高跷似的，一点也不好看。不买了吧，走吧。嗯，谢谢。哎，这条裤子好看吗？来，你试试。我不用了。你这条裤子穿了好长时间了。谢谢。码也差不多，试试吧。试试。儿子啊，DMG合作协议今天签了，谢谢你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逛街。我到虹桥接人，巴黎总部来的。发张照片。干什么？想看看你的样子。这裤子小了，小了啊，还有大的吗？没了，这款是断码的。那走吧。哎，这条吧，这条挺好看的。不用，我又不缺裤子穿。试试嘛，都来了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
不舒服啊？热的吧？热，外面多冷啊！你快试吧，快。耶，这手心怎么都是汗啊？来，试不试？快试，快试，快点，快试。Hi, I am Anna. Hi, I'm Zhu Hui. Lucy's assistant. Welcome to Shanghai. Thank you. 我会说中文，走吧。照片看过，删掉。我的时间很紧，晚班飞机要去北京。吕总说，让我把您送到会议室。好，你一直给吕谦做助理吗？吕总刚调来，之前我在项目部给严总做助理。那已经了解 RD 项目。对了，你叫赵子辉？是。你也要参加我的会议？吕总只说让我把您送过去。你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，不然会很麻烦。二级项目。重的，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小丽呢？小丽去酒楼了。照片拿回来了，来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帮我拿一下。你看多好，多般配呀！走，上去挂上。现在就挂呀？你取回来不就是为了挂吗？上去，乖。好了，你看你都回来了，就不要多想了啊！我也不逼你，你自己说，你想哪天去登记就哪天去嘛。你说了算。什么我说了算？你结婚又不是我。一个人跳舞，一个人管生意，我回来的任务不就是看门吗？你有事情做呀？对，结婚生孩子嘛，啊，在自家酒楼上班，不就这两件事吗？那生活不就是这两件事吗？起头不一样，最后跟谁都一样。走吧，走吧，啊，挂上去。哒滴滴哒，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，哒哒滴滴滴哒哒。
照片看过删掉。什么照片啊？二 D 项目，对方掌握资源 ，YDH 掌握渠道。交易定进入流程，从不考虑以后要跟对方合作，所以决定不更改成本价格。以后二期三期交易系数由总部协商一定调到正常区间，但至此高于成本16%一定要有人负责。53万欧元，从法务和商务两个层面都说不通。Anna, the final cost accounting for RD is yet to be done. I'm thinking. 说中文。RD 上海没有核算，但是上海做的。分公司的项目，总部一定支持，为维护集团对外的信誉，但不代表也要维护内部某些人一定三世的信誉。是高了。这个项目直接负责人是赵自慧，对不对？是我们部门做。那是严总负责。按流程，只要是项目部经手，严总都会例行签字。高于成本16%，严总审核过吗？还没有。赵子慧，我不清楚。但你很清楚的要求对方，交易完成后，86%直接打到指定个人账户。你是 YDH 的一员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3天后我从北京回来，刘总，你给我一个结果。OK。喂，徐天。删什么照片啊？我在上班。什么照片？刚才我在机场，你让我给你发照片，我发了。你说要看我的样子。我要看你的样子。对呀，你说的。什么时候？我现在真的有事儿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上午9点多。那个我发给你了。你没看到啊？看到了，删了。哦，你还好吗？有一点也不好。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不舒服啊？热了吧？
热，外面多冷。哎，你快试吧，快。小弟，小弟。贤儿，你理解呢？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好像出去了，他没说去哪儿。问你，你不说，你站在这里，你又不跳。阿姨，啊，哎，边跳边说啊。我一不小心做错事儿了。什么呀？没忍住后悔。哎，我听不见，你大声点啊！我到外边等你。你没忍住什么呀？上午我陪徐天去买裤子，他手机就一直响，我没忍住看了。你都看了？是赵子慧。那徐天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赵子慧跟他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就是嘛，你别疑神疑鬼了啊，赵子慧跟他没什么的。阿姨，我给赵子慧发了一条信息，用徐天的手机。你发什么？我说，我想看看他的样子。你说？我用他手机发的，就是徐天说的。那结果就是我儿子想看他的样子啊。那看到了吗？照片发过来了。他手里还拿着我给你买的那只包。刀力，阿姨，我错了，我都不敢回家了。反正这事儿是你自己惹的啊，你怨不得别人了。我想问你一句实话，徐太和赵子花到底好了没有？反正现在是没好。你这么替他谈来谈去的，没准以后真好了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别人的手机你也拿来看呐，你还替他谈恋爱，你这脑子真的是昏掉了你。徐天要真喜欢他，我愿意他和赵子慧好。你说气话没用的。我真心的，那我不是白辛苦了吗？我这么喂来喂去，我到底喂谁呀？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反正人我已经给你领回来了，你们自己商量吧，我不管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合理安排一下工作规划，以后说不定开饭店，明白保险赚钱。工人们呢？还没来呢。你手不疼啊？手不疼了，心有点慌。心慌？不知道狂犬病啥时候会发作。那你还干活？我得趁发作之前多干点活啊，免得以后你说饭店没我的份儿。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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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里面休息去。去呀！感染了再。哎呦，心疼我呀！药别停，狂犬病没发作，神经病天天发。少仲同志，不要对我这么好。对你好？谁对你好？谁？谁？你就你。不要误会。我们两个呢，就是普普通通的同伴都算不上，充其量就是个同伙关系。那我要是就误会了呢？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别做梦了。啥？你再说一遍。那，你看你哈，长得呢也不怎么样，身材一般般啊，家境又拿不出手，要说脾气呢，哎呀。像你这种人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到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哎呦，你气死我了！你哎呦，生气呀、啊？赶紧吃药吧。少正，我还好心好意专门去给你买了牙膏、牙刷，我用不着。哎呦，那些我都带了，就在后面书包里。我连面膜都给你带了。提问：我堂堂一个大男人用面膜干什么？喂，这魔法世家绿豆泥浆面膜，男人一样用好不好？排毒又美白。一，我本来长得就很白；二，我身上也没有毒，拿着你的魔法世家面膜留着自己用吧。我看你是中毒太深，你个大土鳖，你个不知好歹的！你看看你那张脸，油了跟炸猪头一样。你不排排毒，有谁敢要你？我愿意，有的是人要我。想当年我在厨师学校的时候，我颜值也还可以。你没事不要老盯着我脸看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哎呦妈呀，气死我了。